偶像艺人舞台上走位彩排，为晚上的表演做准备。台中乐园继跨年场之后，接着举办元旦演唱会，除了狼人杀团体舞间情压轴，请到金曲歌王萧敬腾，吸引大批粉丝来朝圣。昨天原本就想要来，只是因为昨天因为防疫的关系，然后他没有开放观众进场，所以今天特地下来。好，我们可以听到，其实民众都非常的兴奋哦，因为呢，台中这一场元旦演唱会呢是全台唯一一场，一般呢都是在跨年举行，那元旦是没有活动的，但是台中乐园这边特别在今年加场，所以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来到现场哦。那今天的卡司呢，当然是非常的坚强，除了有舞间情之外呢，之后还有森林之王的歌手雪钻石、艾薇等等的艺人。那10点半，萧敬腾金曲歌王就会出马，展开他的元旦首唱。